这个死的太简单了，记得下路。不是他没交进化，好像。这怎么可能去探他们的草丛啊？不可能探他们的草丛的呀。 不是，他随时他妈敢敛探草，那就是死呗。敢敛探草，那就是死。抹除我们的记忆，只会确保我们重复之前的错误。主要是对面是滑板鞋，滑板鞋的草是不能探的。 别的英雄的草还能探探，滑板鞋的草一探就得死。他插眼进去可以，插眼进去让对面来弄他可以。连探草先给他人家白 A 一下，绝对打不过。我们是人类。 每次射击都有下场。错边了。其实这波打的可以。 这个派克不交闪现，这派克，我记得他有闪现的，就是这个钩子勾到这个派克很关键。他勾到这个，万一了，那你不死定了，兄弟。 万一你就死定了，又不到。哎，他没E吗？我以为他会留E打断派克的E的，结果他没有E。减速他就行。 哎呦，开始啊！这锤石兄弟们，开始了。武装起来。这派克是不是一级杀锤石都交过闪了？他这波也不交闪。局门弄滑呀，兄弟们！ 其实我都不该交闪。这是我能干一整天。断翼了呀！我没断翼，因为他断翼了。向前刺探，颜色的氪金。 原本以为你会比现在更高一点。啊！哎，别去了呀，还过不去游走啊？能不能游走了？再游走，这把游戏结束了。 中单不太给力，这，
人性，我觉得都不可能中，好吧？好，这个攀升。这攀升操作他妈像一坨狗屎。跳个大吗？潘森，他妈的大招他妈还能跳晚一点吗？哇，这潘森是真的，真的绝了！这潘森我感觉，这真的绝了。他早点跳，两个都杀了，不用交那么多技能。状态正佳。早点跳啊，跳太晚了呀，我们打了这么久。飞机锅巴要吃人，这飞机两件套的飞机要拖了，要拖格温的发育，这把要赢格温也得钱。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我们的格温能打得过这个奎桑提，这把就能赢。全力运作。哇！正在进入敌方。应该能杀。该打的。这还打吗？打不就上去了。这个潘森是不是人才？这潘森，我说这潘森是不是人才嘛？老他妈不 W， 这都没死，nice，
一波吗？感觉一波了呀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不用打大龙。哇，兄弟们在干嘛？这锤石玩的好啊，不然这把赢不了啊，兄弟们。这锤石玩的确实好，跟锤石郑重道歉，一级觉得他是个菜逼，一级真觉得他是个菜逼，一级。很关键，这把输了会对心态造成一定的影响。